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，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。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，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，坚持对话而非对抗，双赢而非零和，同中方相向而行，不折不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。